离，就翻这一次，我背上的骨头疼我们这个家在上海滩，当年也是大富大贵过的。帮帮忙哎，老人院，亏你想得出来，每个星期只吃一次中国菜，吃美国饭要吃死人的。是我这个老骨头在拖累你们。妈，你怎么这样说话？这个好像不太合适吧？家里的子女这么多，就不能管妈妈了？我的钱不要你支配。我不要。我希望你们记住我们这个家曾经走过的苦难。我为你受那么多苦，就希望你像个人样。要是跟最亲的人吵架，也许我们爱得太深了。妈。